行，会淘米啊，要关门了，相当不行，没有生意了，没有人了，到处都封了啊，人进不来了，那人家都怕出门了，得病了。那，你看那都是通道啊，别人来买东西的通道，全部都做了。因为疫情。因为疫情，因为疫情都那个了。到处的通道都走死了，我们这就没有通道了，就是唯一的一个通道就是刷罗马进来。烟呢，看到吗？来，烟呢，黄了。没人来买，没人呢，没人来买呀。哎呦，这一道萝卜都卖烂了，那萝卜卖成这样了的。这个病毒怎么可能是海鲜市场呢？海鲜市场它属于像这些海鲜的话，它就是有或者是养殖的啊，养殖的东西它都要消毒那些了。超市里面人堆积的黑死人了，是不是的？你这还扩散的还那边些，分散的还好一些，是不是？3个多月了。结果这过完就100多天了，你说我们真是没有办法了，又没有收入，也不能做，很难生存，像这样下去，今年是一个荒年了，成了荒了一年。